家好，我是篮球部落设计师李清明。这次我们篮球部落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套原创球衣，是闪电之星。这一套球衣是刚好有搭到 SBO 的明星赛，版型上跟第一款的电眼金刚是一样的，但是在背片的部分，我是用一种从万花筒里面看出去的一个画面，非常缤纷耀眼、眼花缭乱的一种很闪耀的感觉，星星和闪电。闪电所构成的图案，形象广告的部分，我是希望是一种舞台开眼前的感觉，然后当这个布幕打开的时候，就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球赛，一个秀这样。希望同学在穿上这件球衣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自己像闪电般的速度，然后就把球场当作是你自己的舞台，就是最闪耀的地方。